晓得，哦，这个造型你先挑了份没扛，这个东西危险哦。慢点回来，我把它扛到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英子的爸爸。今天我们准备把我的这个果园的鱼了，现在可能棚干，前头搞了好几天，天时不好，这个叶子都是鱼。今天终于盼了一天，这个好天气。打了鱼，下了雨的效果就没那么好。哎呀啊，我们一路去看一看嘛。耶，这深了。嗯，好不清了。深了水。桶水还有桶啊，桶深的水。不了。呵呵这是搞红蜘蛛的，有打红蜘蛛的噻，这个打就被他打了。现在的果果儿，这个离了鱼干不成。啊，你那一节嘛，我把这条挑来。过来，哪里了？过来。耶，你还没找到机关，还没找到，开干。哦，这个淀粉都起。这一道主要是它这个进去虫，哦，这个淀粉都起就方便多了，也不需要催，哦。哎，大哥，你这样走，啊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哎，哦，我把这把鱼从这里摘下来，哦，我摘了，我就摘起了，这拖起，你养了，你抓了回来嘛？破了，你要什么你都弄得掉，就抽一抽不动，拔一拔不动。哦，好，两根这个老的摘下来，你这个弄长了的嘛？你好长哦！啊，把摘了已经嘛？哎，别摘了！啊，我摘不摘？哦，长很了，长很了，干得活。你想豆种子摘起，豆老就摘起就是。哦。今天是摘哟嘛，年年都是来镰刀把它倒。好吧，整了一根竹子，一根刀了，直接把它那么摘起。肯定好重呗？好重啊，一斤都轻了。还拿了我了那个嘛？那个老爷。啊，拿了我了那根。这个老婆老回去哦，这个不能老回去哦。哦，好。你要弄老几的去啊？看看桌子回去，那边个背的哩。